写的是妞出门在外，别可惜了。钱该吃吃，该喝喝，没钱了给家里说。车长在打扫卫生的时候，发现，车厢里有一个包袱，然后就颠到调度室了。当我们查找那个包袱上看有什么联系方式的时候，发现里面有一卷钱，上面卷着纸的，上面写着有字儿，写的是妞出门在外，别可惜了。钱该吃吃，该喝喝。没钱了给家里说。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，我当时挺感动的。失主并不知道有这一笔钱，然后当他知道有这笔钱的时候，他非常感动，都哭了。经过安慰之后啊，刚好那位车长他们两个住的比较近，然后顺路就把他送回去了。